我可以回答你去，你可能碰到，那等先生，我讲的意思不是我是轻点啊，当下人，因为我不知自是不自，我说自是，我就明确跟你告诉你，江先生，你们啊，你们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要学习一个，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套的，没，没毕竟还不一样，明白这意思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身经百战了，见得多了，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？ 媒体他们，你们要知道，美国的华莱士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哎、嗯，我给他谈笑风生。所以说媒体啊，要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述水平，懂我的意思？晓得不晓得啊？哎，我要跟你们着急啊，真的。你们今我以为偏定，你们有一个好，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，你们比其他的西方记者。 跑得还快，但是呢，问来问去的问题啊，都too simple，啊，sometimes naive，懂了没有？那江主席，你觉得？知道啊，知道啊。我很抱歉，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，给你们讲讲，我不是新闻工作者，但是我见得太多了，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。 但是能不能做一下？为什么？好，行，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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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不自杀，他现在是当特首，我们怎么能不支持特首？但是如果说连任呢？连任要按照香港的法律啊，对不对？要按照香港的，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。香港的特区特别行政区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啊，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。但是呢，明白这意思啊？你们啊，不要想喜欢。弄个大新闻，说现在已经清定了，再把我批判一番。是，但是呢，就是那一副，但是呢，好好好，我们安排。